我知道聊，一直在这个重复观看这个川普的经典场面啊，就挥舞着拳头，战斗。在看这个场景的时候呢，注意到了还有两位，这个应该是川普的支持者，两位观众、也是有突出的表现啊，这里给大家看一看。先跟我一起回顾一下这个川普的经典场面啊。先是找鞋啊，找完鞋之后呢，开始喂，然后起来啊，就挥舞着拳头，这里，然后这个贺勤把他放在中间啊，给他这个弄下去。然后下面有一个这种手势，马克肉，这有一个，川普 you rock， 然后这里有一个，the actual area where the convention is taking place will undoubtedly require going through magnetiles making sure， 慢动作你再看一看，啊，那喊的是什么？他喊的 FUCKYOU。那女的好像口音弹的也是，好像看不太清楚啊。经典经典啊，经典场面。不但 Trump 的这个经典场面永留了这个、留下了永远的这个记录啊，这二位突出表现应该也留下了。他自己如果看这段的话呢，应该把这段保留下来啊。如果他没看到的话呢，我帮他保存下来了。太棒了啊！这个川普表现确实啊，是这个。